太重了，太久没玩。目前正在监视城镇中，跟敌军交火。目前我们击杀数大约大概五名左右。我爆炸了。敌人应该用枪榴弹反击。枪榴弹，你帮我，我看上那台无人武装的，先开到教堂那边。好。还要烂出来给啊！我相信他们打不到我们。我跟他们走吗？要走了。他们应该没位置，我看一下。喂。来了，四个人。OK， 那日向就先待在这边呗。好的。反正我什么都做不了。我们任务是什么？我在救 VIP 啊！你看里面枪声大作，然后说枪一响，无人机找不到可疑目标，一台无人机坠毁。而且他有看到区内有没有特别住房的地方，人比较多的地方？没有。房主注意，友军进入教堂，教堂附近的敌人都不要开火。没事，房主炮手超少。指定的。对啊。高先回来。他终于爆肝到死回来了。爆肝他是做什么的？那是工程师啊。真假的？硬体的吧？好像是网络的。妈的！前两天我电脑坏掉，我真的很干。是哦。对啊，你装了好久的电工啊。开火命令。这就开火。你是蓝族，我们去占领教堂。没有发现目标。击毙了吗？方位35就有灯光，很亮的灯光，346，还有烟雾。有烟雾弹，对，那是烟雾弹。嗯。无人机会常从西边低空绕过去，看能不能看到房子内部。你明白。不是，那 OP 点上面有一栋小房子，雷在这边。如果我们全部人都下去了之后，你可以到雷旁边去找掩护。卡皮。那地图叫你补。这栋主操作，请说。请帮我确认一下地图有一个蓝线哦。等等，会希望你们可以开到城镇里面的主要道路，到 B1 点的 T 字路口进行驻守。等等，蓝族会大略的肃清该区域，那再依照蓝线前往到 B2 点，就是在城镇的东北方左右。收到，先到 B1 点驻守哦。确认，两台都开上了。收到，了解。稍等一下，现在行动吗？你准备好就可以行动了。好，收。令有收到吗？这次红组帕手请说。江帝刚刚指示我们等一下移动到 B1 点，两台车开过去。麻烦你们开车前往 B1 点，我们会随跟上。那你抵达 B1 点之后，帮我防守北方路口，我们会防守东方。帕手查收。OK， 红组移动。没有一件事情真的是什么都看不到。有一件事情可以。没有，没关系。你带那么多，大家抓小啊！我跑得动没？你放不进去啊！我跑得动就好了啦，没关系的啦。反正我也杀了两个，大家丢掉了。我都杀了两个人了，不需要夜视镜子啦。啊，我们走，人我们走喽。夜视镜就是塔科夫拿来卖的那东西。三组就开办，我们收到了。然后邓女仆待命。夜视镜是拿来卖的，不是拿来用的。来，红组继续运动，帮我继续推进到城镇的 B1 点，到控制路口。Q， 53个弹夹。我知道。那个对，我接 Q， 然后你帮我往左打。
可以认为车人带手电筒，我们抵达 B1 接替防御阵地，敌人吧？阵地明白。男主二点，进行入侵。无人机一次到发现目标，一次发现目标，那个请中低枪，小心火力。请帮我们标记在地图上，感谢。正在标记，稍等。男主稍后。第三，第三是。先加男主，你跟着他们走，但是等下车子会不够，所以你等下坐车要跟着我坐。好的。第三，我夜视镜给你。你把丢掉了，你直接丢地上了。不要丢地上，会有机会不见。啊，你放背包里，你放你自己背包里。他们右边右手边哦。哎、欸，干聪明的也是。雷子方向的那个大楼好像有人。我想替你智商被海放。Fuck you 啦！我智商现在用在别的地方。OK， 小变态。Trying to get laid。我差点把 K 罗杀了。I want to lay 。太可惜了吧。我没有看到哪里打来，我只是想要打猎。有，我说我前面的那个墙中了一发，你的膝盖中了一发。那地方有办法标记吗？对。哎，卢浪去打 host， 不是那个凯罗。哎，在地图上标记了一个 HVT 零一点，疑似就是那个点。四周绝对安全。真的吗？感觉不要一开始就立起，我刚到你就立起。这场战争结束之后，我想回家。帮主确认一下 ，Ghost 的标记坐标，2021，就是城镇的正中心 ，TVT 零一点。好啦，要不要当我的班？帮主移动吗？稍后，男主确认吗？听懂吗？确认一下目标点 HVT 零一点，疑似敌人的位置，到目标位置。HVT 零幺看到了，确认好。那个男主等下沿着蓝线移动，从那个建筑群里面从后门进去。男主麻烦直接停在 HVT 零一点的右边建筑前面，我标记一个 B 1十一点。左边，我看右。旁边移动动。我很相信。男主可以前往到 HVT 零一点的正门口。我刚好讲，我刚完全没打中他。过界过界。被红主收到。过了，我们要先等蓝主出清完 HVT， 再移动到 B1 之外，可以吗？有人这样吓自己耶。嗯，希望你们可以直接移动。了解，好，我们现在马上移动。走。力，麻烦跟着我们的车。哇，这是那个门丢。开门。最后发现 HVT 在目标二楼，疑似穿透系统。目标二楼。而且有下一件啊，有怪声音。咖啡，我外面守着。有停车辆。那什么杂讯声啊？没有，我刚刚没听到。你没听见？没听见。刚听见，很像机器人的声音哎。错了吧？电子杂讯哎，听错了，哪有听错？这是有，跟那电子杂讯是什么吗？我就真的没有哦。那是啊，目前目标位置一直在二楼。我这个不知道。给我卖照啦！忘记这个地方，太吵了，声音太高了。我这里有人换 PTSD。击打机芯。哎。这是蓝组 HPT secure。哎，我这一直发出电杂讯啊。哎，他被死打死了。他没有，他应该我。把 HPT 绑起来，身体检查一下。送到那个屋子里来。我直接把他放这了。没有没有，他还没死，快点救，快点救。他没受伤，他身上没伤啊。他没受伤就起来了。他脖子伸长了。他刚刚晕倒的时候，我就马上就检查他身上没伤。是不是？心跳正常，心跳正常。
逮捕。阿基，你先去二楼。哎、欸，你没有听见电砸训声啊？他没有反应，那应该是昏过去了。那、啊、可是他没受伤。他昏啊，反正应该是被弄晕了。死了吗？应该没死。有听见电砸训声吗？没有啊。就是我不能说他。这个啊，怎么看待？他那个想说预言他如果，但那时候他就说他出来刚。这边挥剑了，黄主回第二台车，蓝主第一台车。收到。我塞不进去。在干嘛呀？塞不进去。我看一下。确定你们车上没有满？他提醒上第二台。有了，满了。OK。拜拜，有了，有位置。自己算你在车上对不对？对啊，我开我开。黄主准备好了。黄主走。我们这条路原地回转。旁边。回到 OP 点了。东边一是 QF 靠近。哎、欸，你说的原地回转是最后一车当第一车再往回转？就是绕跑就对了。绕跑。第二台 UAV 下线，过去。东边 QF 靠近。雷，我们上车了。对。我们有特地点。我好像看到雷的、啊，那是雷吗？那是 RTP。那是雷吗？三三通的方向。Happy。所以走路那个，哎、欸，对，那是雷。确认一下车底坐标，202095 CCP 点。过桥之后右边有一个小树丛。雷在我们的5点钟方向。Happy。看我，看爷爷看到。冰酸哦！快快快快快！离洞室两方位有敌人。上车了吗？走走走！我现在没事情，我现在跟瞎子一样，开灯了。哦，真好近，我操！夜视镜。他的夜视镜在我身上。OK。公主抵达。对。这个侦察镜可以升降是不是？可以啊。哇！抹黑飙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条路让我想起我前几天在某一条公路上被拍照的事情。笑死！突然后面一阵白光。哪里？然后就是一张罚单。对。千八吗？啊？我不知道，我没收到罚单。笑死！我就骑着我的那个什么。那个 ATV， 然后我就突然被他们在玩那个啊，后车靠近 CCP， 应该。医生，你帮我检查一下那个他们伤口。他的伤口、啊。帕多斯。我刚整个上去当装备了。OK， 先。我要醒来了。哇，他有吗？他人嘞。我还是他没有醒来啊。醒来吧！转臂转，转臂转。啊，他不会醒了，他还是可以用拖来拖去的。我刚刚站着、欸。哎、欸，等一下，等一下，他是不是晕过去了？反正晕的、啊。不是不是，他是没心跳啊。站着呢。他有了。站起来，阿团。
哭啊！现在很正常。有人吸我下车。医学奇迹。看。我帮看。他的尾箱我先拿。下车吧。他那个血压心跳很正常。掉。好。就带过来，他就突然就醒了。好不。好，那个。基本上呢，就是你们救到那个卧底出来，他虽然他身上不是太多情报，但是他可以提供你们一个比较容易的情报。打开地图，稍等我一下。来不及了。好的。你的机甲没有关。啊，什么灰指甲？你的机甲没有关。灰指甲，好的，灰指甲没有关，灰指甲会传染。别动，你有黑灰指甲哦。你啊，你戴灰指甲。我刚离你这么近完了，还没有闻到他的灰指甲。啊，灰指甲有味道、哦。所以台湾现在不担心，会不会很臭？不担心病毒，不担心肺炎，只担心灰指甲了。哇，还差不多。我们的背章是在换成低湿度的、啊。而且什么第四度？我跟你说，我们还会关心我们也不关心什么武汉肺炎那些，他现在只关心福原爱到底有没有劈腿。我们有第四度臂章，很莫名其妙。福原爱有到底有劈腿，跟凤梨到底卖不卖出去？对啊，然后还有今天哪里出车祸，或者是哪个学校打人？简报喽。好，刚刚那个妇孺提供我们一个情报，就是你们那个卧底，好不好？提供我们一个情报。你们打开地图，你们会看到有三处会标示一个那个叫什么绿色的方块。你们有看到吗？我数学不好，我一个都没找到。181111。181111。第二个是192125。181111。我看到了，这是蓝色吧？没有，这是我选的。好。然后最后一个是没有，有看到，超小。什么？好，我看到了，谢谢哦。第三个呢，是那个郑苦君在做那个三爱毒气的秘密工厂。我想请你，那个卧底就是想请你们把那些三爱给炸毁。性爱毒气。对。哈。性爱毒气。啊。我不是很想把它炸掉、欸。我也不是很想。天啊！哇。其实三爱。中文好难哦。杨体，那你这样，我回去补个妆。我不想让他引爆、哦。我想要，石栋，我可不可以用把我们的人都带回去，然后等下用直升机掉吧？好，没问题。哎、欸，我可以开，我可以开。对啊，我不想要性爱毒气引爆的时候旁边都是男。我先回去，然后再。好，没问题。那所有人先刹车，所有人先刹车。好，另一下车哦。等啊！下车啦！下车！中文真的很难。哎，中文好难哦。等我一下哦。而且为什么？哎、欸，是我特别不一样吗？对，对啊，就跟别人不一样。送、啊、你、啊，你是整错装。哎、啊，你的卡。一等张贵军啊。先重整一下、哦。你再把你的头盔带回来。咦，我要在晚上戴墨镜。那 Q 了。那个 Young T， 看你装备烂的。等一下，我还会跟你们说，就是赵委员那个，就是把那个工厂给消灭掉之后，就是工厂的敌军给消灭掉之后，我会给你最后一个任务。OK。不是啊，阿特在哪里？最左边啊，你起来哦、喔啊，这个就是特战的装，这个用厚纸板包起来的。对啊，特战的装要比较低调啊。你知道吗？ Okay. 这个东西就是军中的那护士房。哎、欸，啊？军中装食物都是用这个啊。你们知道吗？嗯、哇，很帅。鸟虫。干，闭嘴了。通常讲这句话，要么是出现幻觉，要么就是，要么就是嗑药，好吧。他妈影响游戏体验。哎呀，尴尬了，尴尬。哎、欸，说开直升机啊，等一下，哪来的直升机？这一个叫、啊。对啊，那谁要开？不知道。
公干位，公公吧。郭老师可以教我 C 我吗？我可以教你那个 Speed 的 Q Speed 的 Q E。喂，我的爸。Hello， 大家跨年过年新年快乐！谢谢你哦，你在跳窗没关系啊。我没有跳，不是我啦。那是谁啊？我哪知道，隔壁的、啊。所以你是玩靶还是打靶？你说就调戏那个靶，是不是？调戏是怎样？啊，这一排怎么不见？你是不是已经有那个摸到那个信号了？你是说被那个毒气感染到？你刚刚是有接触到？好笑。都被人传的，离我远点。啊，这一排怎么不见？我相信你站在我旁边久了，你应该会已经心爱毒气。哦，我不想要现在毒气引爆的时候旁边都。没关系啊，松一点，我们会过度兴奋。这样的话，鲁拉装完炸弹之后，大家都在往外面跑，然后我开你，我射倒你一枪，你就是最后一个。看，看会放的写那个防毒面具。我管你们吸了什么，也给我来一点。我那小。性爱毒气。三爱呀，好不好？哦，被黄标啊！我到现在还是听不懂什么三什么我不知道，我只听过沙林。中文好难哦。那就当成性爱，我们就当成性爱就行。那可以先发个防毒。你说赛林吗？叶公，嗯，把那个影片截下来啊，做成东东大头贴啊。这样 OK 吗？可以啊，为何不行？是他的影片。他、啊、可是那是你啊，本人不能用自己的画面吗？那。你有没有盈利？你也只截录，哪里违反的？所以我要下载下来，然后剪下来，是就下载下来，只剪那一段，然后用手机上传成东东大头贴。对，我也选你。哦，好，下载。Tango Six。Tango。啊 ，Six。但它全片有点长，所以你要找到那一段剪比较麻烦。Six Hours。不然的话，有个办法就是用录影的方式，不过录影的会有点蠢。就是嗯，直播在。我刚刚按住砍错，在滚还是滚？直播，对啊，直播在叫你记录档剪就好了。那就跟录影一样的意思啊。我们录影要吃硬碟啊，要吃硬碟啊。我没关系啦，没关系啊。我没有硬碟啊。干闭嘴啦，没关系啊。不会硬啊，我硬碟刚清空了，现在很多空间。买一个十二 TB 的。没有，我跟你讲，你1080P 一下就用完了。买了一颗十二 TB 的硬碟就好了。谢谢在场的各位干爹。靠腰，十二 TB 的硬碟才5000多块而已。公公把真人去叫出来。啊，真的是我 ，OK， 没有问题。那我们要叫真人，我们要稳在就是停机坪。叫真人出来。干弟，大家，我们要这边清空，清空有点停机坪。有点吵，这边讲。靠腰啊，这两个。还黑布啊 ，ID。啊，清空，清空，停机坪。公公，你要去哪里叫？你在哪里？在那个整装军里面，嗯，我是希望有两台、三台小牛，塌了，谁可以告诉我发生什么？然后第一个区域就直接放一个人下去，另外两台、另外一台在上空带，上空带那个掩护，这个东西，然后任务完成再放第二台去攻击第二个点，把它弄倒，所以我重新自己做了一个出来。应该这也好像原本有两台，对啊，因为我们想要两台够吗？还是我就是怕你们载具爆了之后。你们会被波及，所以才弄的。我跟你说啊，他这看起来防御，这台到底是什么？很像米六又很不像米六的。很快就结束，然后就要直接没有，那台是原厂，是吗？米二是可以载几个人啊？我干，我受伤了啦。这边应该载几下来？为什么？我觉得这边可以申请两台小鸟，那就单一台啊，反正你也不用一台米四八全部载满啊。可是米四八是红军的，我这边没有绿军没有给啊。哦，好吧，我想说米四八还有火力。不是武装的，没有武装的。不是三台武装，我觉得都 OK。两台够吗？我没有试过，它里面可以载。够了，因为现在啊，对，可以六个人嘛，一个班，对吧？那一架载一个班，超屌的。空空，我跟石洞申请两条小鸟，两台小鸟。还可以再载一个炮手。对，空空，你空空开两台，是，我开两台。对啊，你可以帮我开升级。条鸟，你知道那是什么梗吗？你要开什么？啊？要开什么？你今天要兵分三路，然后去攻击三个不同的敌人，这种感觉。两条小鸟，运输的小鸟啊，两条央替的，
运输的小鸟、啊，你也是中那个杨迪，是不是？这样运输的、哦，对啦，就武装的、哦。好啊，性爱毒，我怎么找不到148？这样，请你帮我把那个旁边大台那个先删掉。我找不到148，好、哦，在杂项里啊，是吗？男主左边那台，红主右边那台。哎，没有这个，没有旁边的板凳坐不下。这伸缩板，我只能站在那个脚架上面。先清空一下。HMH 不是 OH。我们不觉得要清空停机坪。你不觉得停机坪盖的有点近？所以我才有盖这个啊。哦，对。只是被砍掉了一块。我是跟直升机融为一体的。男主左边，红主右边。你就是直升机。哦，对，就是直升机。直升机机。第三空空跳一台了。好，都可以啊。哦，我去尿尿。那我嘞？为什么不给定开啊？不是，人家可以跟雷同一台嘛，在。突然想想，为什么不给定开呢？然后等下，因为雷当你当副驾，两个可能在升机上面支援。我当副驾，我要怎么跳机？啊，好，没关系啊。右边的安排。对，我要叫做单位，叫他自己。好，我要去尿尿。三，空空先起火，先停车。短信，哇，真棒！那你要先解除锁定啊，要不然我无法接管。我想，没有啊，等我断线你就可以接管了。没有啊，你断线，如果你的断线是人还在机上，那我接管不了。没关系啊，我断线应该会断的一干二净。我不像弱局断不得不干净，不干不更净的。就解锁控制是有多难？解锁控制我的权限不就给你？没有，我要接手驾驶之后，权限才会是我的。好的，哦，解锁控制了，你有看到吗？有啊，其中一方进攻，然后另外一方就是负责做掩护以及那个掩护撤离点。那感觉不错，但是我想要修改一下。好多，我好像有点很久没开直升机了。我先跟你说，同时进攻会有 TK 的状况，所以你那个会有那个快机会人亡，我会接受。Crossfire 的问题，可能要从没问题的啦。我们要飞到哪里 ？OK。那、啊、等一下，你们那个假，我先下去听一下情况。看起来是 A1， 还好啊。A1， 我们是要飞到 A1。好，啊，随时可能就是会在空中支援这样子，然后放下来啊，他们又再升空。哦，收到。OK。哦，我们要飞到哪？我们等一下那个飞行计划，目前是沿着蓝线前往到 A1， 在。梁耀洞高地就是那一整排的风车后面先待命，然后、啊、你要飞到风车里面看。啊、哦，好的。人家不是，人家不是风力发电机。然后在进到区域的时候，我希望红组在 LZ1 先降落，那蓝组先稍后，等到红组上山头了 A2 点，A2 点确 OK 的时候，我会希望。从高处、哦、啊，我先跟你说，从东边好了。我跟你说 ，A2 点的位置应该不好，因为会被树林覆盖，所以我们基本上是看不下去，看不到下面状况。看一下，就尽可能确保区域外不要或内不要人出去或进来。收到。我们基本上如果 A2 的话，就是只能看东北方控制道路。
OK， 好，那个空空呢？空空自己先看一下那个飞行计划、先到 A1 点待命之后，然后再沿着蓝线，再分开哦。红组是谁开 ？Z3 嘛，对不对？对吧 ？Z3 到 LZ1A2 点附近丢他们下来，然后再制空。你的飞机上面会有雷跟 Ghost， 所以你在制空提供空中掩护这样子。也是说雷跟 Ghost 都不会下机？对，雷跟 Ghost 不会下机。那我就放 A1 下去就对了。对，然后那个谁，蓝组 LZ3 下机的时候直接往区域里面杀进去。他一样空空起飞待命，但是可能要稍微离远一点，你身上飞机上面没有人啊，不然这样好了，靠腰的那个 Ghost 跟雷先分两台机好了，像两台机都有人，没关系啊，又没他。好啊 good idea。 Ghost 你需要换枪吗？我可以继续吃东西啊。你等一下，雷是精准射手吧？对啊，那你要在他前身。好OK， 好， Ghost 要需要换机吗？给你两分钟。所以等一下Young T，我问个问题哦。这样所以等一下主攻是红还是蓝？看情况，如果蓝红的进场状况都 OK 的话再说啊。如果蓝行红不行，就是交换这样子。也就是说，有人说我这机是雷嘛？然后够神需要换枪吗？是不用，也没什么枪。我听不到，断麦。不用。OK， 好，那上机呗。OK， 好，回直升机上，走。那我没有练过直升机打击。所以我是哪台？Ghost， 你去那个红组那台。Ghost， 对，没错的。Ghost， 那你坐最前面。最前面的射角最多。挡板外面。我塞个问题。人员挡板那个户外的挡板让给雷跟 Ghost 的。有，已经确认雷将在板凳上。杜世行第一个推他下去。等下提醒一下那个飞行员哦，我们那个 Ghost 跟雷是在左边还是右边？我这机是谁啊？红组女仆带队，然后令大精灵阿 Q 跟 Ghost， 有收到吗？红组是谁啊？女仆。不是啊，小贺，我这机是 Ghost 还是谁啊 ？Ghost。哎，你是在左边还是右边？第三，你飞第一个吧。等一下，你当长机好了。真的要放第一台。啊？这个我摇号吧。成功。所以我们要怎么处理那些毒气海豚？保吸满。刚刚那个我只知道是工厂，那它是毒品工厂还是化学工厂？化学。如果是强力胶，然后如果是强力胶就吸好吸满。收到。前面有电线杆哦。卡卡。我这边带了一颗183，一颗那个 C。对，从下面飞过去啊。要但是第三个点我只能用火烧。好，我找到丢一个炸药在直升机里面。靠腰完了，切到输入法了，完了。爸爸。他们说先到 A1 点待命，然后再顶盲盒。怎么飞这么慢？你问前面的档机啊。20秒。你要清地板了。我准备。我看到。接顶了。他要接兵，我们好像是在这边接那个。我们在零线后吗？还没，他不是要现在 A1 待命吗？到时候，对，在零线。
长去杀你。哎、欸，我建议你可以向右飘一点，我们正下方就是树。你懂的，阿玛山雾里，树很可怕。靠右，靠右。刚那个一下。刚那个了一下，呵呵。好，他说进场，他是进场啊。好，对，帮、okay. 麻烦帮我们送到 LZ1， 怎么说？然后要贴地碑。你觉得我可以过得了那个电线杆吗？可以啊，为什么不行？好低。我印象中有一次我们的再低一点，再低一点，再低一点。哇哦！有一次休息直升机挂在那个电线杆这之间的电线上面。所有人原进原出哦，好了解。各单位注意下机之后警戒哈、哦。30秒。再前进一点。前面有大超级大空地啊，在那前面降。没有，我在看地形，我还没看那些地形。我挑这个地点好啦。下去放台湾机油，要不要够？根据安全的找到空地，安全的距离安全。够吃的，好了就上机哦。好，卡拉的，电筒，我带筒。有吧？你要看直升，你要看那个，你要攻击，你要支援攻击还是看那个无人机？对着红珠抵达 A 九五，正在做观测。但先让我无人机去看看。男主可以出发了。哎、欸，目标区视野不好。来点啊，来点、啊，我们直接打进去。这只红珠我们可以消解敌人数量，请问可以开准许开火吗？开火，开火了。招收。友军在你的东侧。了解，请开启你们的友军识别装置。在被集火、哦，没事啊，我那个是自动闪避那个子弹，电技能。你是顺时针哦，我是逆时针呢。好，我好，我换个方向。没有，我们不用没关系，因为我Ghost在左边。对，没问题。我是不是？我很想固定着。确认看到仪器。我很想固定着。对。其实都可以啊。好，我要固定着，我找个方向。我想说你是
别想被打下来，所以才一直跑。没有，因为我是觉得他们火力削弱的差不多了。你帮忙确认一下新的第三。西北的第三，嘿。你要我确认什么？昨天那个182111那个地方。这次红组，我们改警戒该目标区的西北跟东北。目标区附近被树林挡住，我们无法进行支援。你要在有力山降落吗？看到有进行器。稍后，等我请你降去。咖啡。这里是蓝组目标建筑进行器。现在就会释放直接。还有警戒吗？我们红组可以准备进入目标区，将医护兵带打。你还要打吗？我看他们。现在红组下山。情况没？收到。等一下，我们要接他们到下一个点。红组呼叫蓝组，注意，我们会从你们的南方靠近，从军是南方。南方，南方的。这样在下面。是，就是呼叫地面单位。这样被收到。你们肃清完这个工厂之后，我会直接把这个工厂吊起来，你吊一个烟雾弹就可以了。你有帮我放到右边吗？杨静明白。我看一下。还真的不行。我天哪！我先让我无人载机去另外一边。搞定。这一次红组，我们靠近建筑五五级。明白。当兵是谁？Kilo， 不过医疗兵在一直等一下。了解。那我开始装设炸药了。红组装设炸药，红组往 LZ 三移动。LZ 三移动。鲁拉吗？我们要去 LZ 三的时候了。不，我说啊，我们等一下是两家一直降吗？对，两家一起降。那个等下 Z 三到比较稍微东北一点的那 LZ 四。好说。这次你不会放那个炸药，只能用定时的方式。请问几秒？了解，30秒，撤离。收到，红组麻烦跟着人剩余蓝组走哈，我要开始设，我要开始装设炸药了。炸药装设中。30秒，设定。登机降落。地道有几个？请出发。登机降落。好收。OK， 红组帮我警戒东南跟东北。就是比较近的是来东方那台，那红组比较远的东方那台。收到，西走路。麻烦前往到中标等一下，令还没上来。ABC 一二三，排选。领先后。好了，干嘛？ABC 一二三，好走。那怎么看到我的有距离问题啊？搞的那个。ABC 一二三。这次红组询问接下来的计划。到白天了，对，快了，现在是4点，现在凌晨了。我们现在，我们等一下是哪一个点降落？还没讲，所以我才询问。这一次红组呼叫央替有草熟吗？央替收到。
请问接下来的计划？那我们在 ABC 二三点盘旋之后，麻烦男主前往到坐标 LZ 万点，1192121坐标 LZ 万点。那红组前往到坐标189122 LZ 度点，寻同像刚刚的模式哦。男主提供掩护，红组进攻。好 ，Copy。我们那里会很热闹啊。对，我们看到。妹妹就进攻低飞 ，OK。LZ 二，进场 LZ 二，要求。UAV 确认到第二个工厂在斜坡的宿营地里面。对。再相信我的技术了。地里面。红组注意，等一下 ，Weapons Free。这机可以出发着陆了。到手。距离目标是200公尺。干他妈的，你这个！好，我看到，我看到左顶。看到工厂多数热源。好的。前面有树哦。好，滑了。好，下机。然后有一群正在朝工厂方向飞行。这边过来，这边有群在我们的左侧。回报视野极差，没有目标。高泽刚刚，怎么了？高泽很火。这种组回报，我们这边也视野极差，要想办法持续推进才行。对对对对对，收到。红组，男主先不要用枪榴弹了。这是红组，我们现在进入目标区。我刚才看我们只是被鲁拉明白，我杨 T F 给我站在。收到，请注意，与我辨识。我刚明白。这样大家看得到了，有啊，看得到。好，这一次红组回报已经发现目标，装车加油中，30秒。他们明白。装车完到要直接回来 LZ 弯道。收到，红组准备撤离，然后要前往拦截的位置。30秒设定，3、2、1，设定开始。呼叫空拦截站，但没叫。B。哪一个点 ？C 弯。
被这红土雾胶拦住，注意，我会在你们的火线下面。后面我会注意。确认炸药引爆。有。计算跟空框怎么讲 ？OK， 我们看性爱主席烧起来一组芯片。是不是有人被雷劈了？那才会烧的。询问你们是不是有人被雷劈了？好吧，两机一起降落，接着。收到，等一速哦。另外，等一下，我们到 A、B、C 三四五照一样的那个顺序哦，那个蓝组做掩护，什么红组做后。OK OK， 红组是东南方的那一台哦。另外呼叫小欧，等一下落地之后你帮我改变要红组。收到。啊，杨迪，我们就让他在这边抢兵吧。大哥，到一个西北。这里我需要医疗。红组准备好了。大弟，有收到吗？我这里。大弟，收到吗？有。那个阿 Q 需要医疗。哎，阿 Q， 告诉。回答。哎、欸，你无人机就定位了吗？有一无人机在第三个目标上头。OK， 有看到什么蛙哥吗？在侦查，目前确定到一样在。第三太高了。来着，我刚才看地图。目前侦查到环境跟第二个工厂差不多。外围没有看到巡逻队之类的东西。镇外围大概有三组巡逻队。都位于工厂的半径100公尺左右。共三组小队的巡逻队。Poster， 哎、欸，我可以跟你要，你有带障碍单位手袋吗？啊，没有。我叫两架客机，各自往各自的移动。可以丢我一些吗？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喝。不好意思，我的用完。都丢在直升机上。好，感谢。OK， 都丢了，两颗，两颗。等一下，一样抵达有 Z2 之后哈，然后我们朝目标区直接推进。早收。请注意，树林中有三组巡逻队。阶梯飞行啊，太高了，而且要准备降落了。阶梯是，我们时间只有五分钟。收到。降落过后直接推。三组巡逻队开始展开啊！三组上三点九。OK， touch down。OK， 红组行动 ，Go Go Go！ 巡逻队正上，先跟你们接触。那我们先交回。不要再往下了，不要再往下了。哦，还好我切回来。
配这红组呼叫蓝组注意。哎，我们目标区的东方进入了。对，我们在目标区的北边山坡上。红组，你们来得及吗？来得及，来得及。只是我们目前有发现两栋建筑。来，我等确认到敌人了。OK， 向西南方推进。切回我的机房，看看一下这个图像。确认到目标位置。我停留了。准备突入。接着安全带。注意一下建筑物是不是有人。注意一下建筑物是边还有人。收到。风警戒我们的北方。不要对建筑物使用爆裂性武器哦。哦，哇哦！北方跟你们来的地方都已经安全。一分多钟可以哦。可以可以 ，OK， 所有人先撤离房间，撤离房间，我要接过来收弹。东南凶镇前往 LZ1， 这里是宙斯副驾地面单位。对，这里是鲁拉警署。我们已经把所有的毒气工厂给炸毁了吗？来确认。好，没问题。现在给你们一个最后一个任务。哎，请说。这还是向东方根据站那边。羊皮怎么办？我不知道。在你们后面1914那里，敌飞的组织里面，我们找到那个把那个卧底的军官，就是找到那个把卧底抓起来的军官。我会想你们就是把他掳回来基地里面，就是这么简单。黑色红组全员上机，可以起飞。OK， 起飞起飞。换个机器，剩三个弹夹。是什么弹药？高端注意，沿着黑线移动到 LZ。我还很多，你要不要？啊哈。85 A 完了 ，G 三。我是 G 三六。好嘞，北方。好像不能，好像不能装哎、欸。是不是？我放我的在车上。好，超他的发。感谢感谢，我一起讲。刚刚他说什么来着？是吧？他说前往 LZ， 反正你先跟着他飞就对了。OK， 两组帮我注意到这里，让我们沿黑线飞到 LZ 降落。红组抵达 AP 点之后，跟蓝组分开，沿红线进攻。啊，蓝组直接抵达 AP 1就开火，很简单。红组收到。我想看一下地图。无人机也在路上，会先行侦查。好，乙木是到尼飞的南向道路上有一名巡逻队，四名敌兵。了解。
你不有查收吗？有，我收到了。有收到。UAV 抵达目标上空，正在侦查。旁边。各单位注意，捕获军官哦，所以进入城镇内禁止使用爆裂性武器。有来有收到吗？对，请重发。麻烦禁止对城镇内使用爆裂性武器。Copy。UAV 回报，城镇被加固过，被堆了许多的沙包跟邦克。前往红色 AP， 各单位注意前往红色 AP。OK， 警戒。OK， 他去到。四维帮我转成绿。OK， 红柱移动。呼叫空空，你等蓝组到就定位之后，你再四维去打架，没问题。干，空空断线是不是？哦，靠腰，他瞬移。那地上，我先飞远一点啊。我会跟着你飞的。好的。哎呦，装备。那我特别开无线电打喷嚏给你。询问军官目标长相，那就一脸军官样吧。刚刚赵师也没讲，收到。看到军官帽的，不要载他。里面最大的建筑在捕获军官的那个指标上，但没有看到军官。我有看到，碰杆的话会得到10%的加持。你好聪明啊！我怕不是得到电属性，就会打。四十下，什么飞行开始？然后再一个要操作操作。我点技能。刚刚不知道说什么来着，他说我们太远了，啊、OK ，超出限电范围了，我们也只有拿33零四。
UAV 侦察结果，敌人都集中在尼飞城区内。周遭没有情况的。确认，周遭100公尺内的目标。让我稍远一点。我在采石场地，我在尼飞。我们被攻击了。OK。OK， 恐慌，你带着思维去杀蛋吧。傻逼。哎，没错，带着思维去杀。Ghost， 你要攻击吗？我们先避开吧，那个人有点多。光光，我先抛掉你了，我先脱队。没问题。你，这哦，我靠腰。这只红柱我们开始交火。这只红柱我们开始交火。好，第三只这里。OK， 思维还没打到几发就先挂了。你是直升机直接送到医疗旁边吧？我是不是看到火神之类的东西啊？那个密集，那个 tracer 的密集度有点很像奇怪的东西。对。稍微看一下是什么。注意，我们是要绑，我们是要逮捕敌军军官哦。注意你们的射击目标。就你们就定位了吗？主正在交火。OK， 我这里是红组，我要继续往前推喽。拜。嗯，看起来他们已经消了一些。跟上。但是我感觉好像对空还 OK 吗？是很大。哎。哇，毒药倒数。我还想说他们有放弹药。鲁巴鲁巴。哎，请说。我们有没有油饼？有。在 AB 点的位置。AB 点，好，我在 AB 点降落。军官，跟着蓝色 AB。蓝色 OK， 没问题。我快速降落，你们帮我快速把它落下去。OK。放在下面自生自灭。这次红土回报，我们现在接近城镇的东边。我就觉得是可能在那个巨大的那个绿豆屋里面。军官位置是准的，收到，军官位置是准的，我要定飞了。OK， 军官位置是准的，稍微往右飘一点。叫鲁拉招招吗？空中侦察到大部分的兵力都被消灭。了解，感谢。我们从后门进入。第一枪有零接手，叫医疗兵。这一次红组需要医疗兵。没有，好像有大吉。大吉的。
贝斯黄组站进入二楼。OK。不炸药。清空。军官面前有多个 C4 在小岛上看到 US Armor 的，哎，也不意外啊。哦，你把他出血了。OK， 已经是幺幺六公分钟。然后空空跟 C3 准备降落。军官发生什么事？没有问题。在想说我可以帮忙拆什么炸药啊？你有带拆弹工具吗？有。配送组我们会赶紧离开房间，注意一下，我们从南方朝你们接近。OK。Hello， 南站机会加热。黄组全员上机，可以起飞。好。那个火是什么？所以军官发生了什么事？他桌上有6枚C4。哎、欸，太屌了。